开学后，志工准备应景的柚子又见平安，还有营养满分的餐盒也叙旧。我觉得有一德妈妈是一德爸爸妈妈，是我觉得我上慈济大学遇到最感动的事情。轻轻的叶子飘下来，是秋天的秋分，中秋节节快乐。手语是国际语言，是演员，也是一德妈妈的林佳丽用手语币买通师长学生一起学。称师傅们很专业的技师那种，短会往上。但如果是老师的话，是平的。不仅是班聚，也庆祝教师节。透过奉茶仪式，学生感恩师长，还有一德爸妈长期的陪伴。每一年直到这个时候的就是直到了这一个时刻，好，都可以收到这样满满的祝福，真的非常的温馨，也非常的感动。简单的活动，孩子学会感恩与尊重，让佳节的到来温馨有意义。教师节快乐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义川、王妮宏，花莲报道。